迷你失踪的团子，它们非常的可爱，并且是红色的。官方大大对我们的提示，可以使用泡泡糖驯服团子，并且驯服以后的团子，我们可以骑乘。有很多小伙伴说团子只有一种形态，错，其实团子有第二种形态。你们难道不好奇第二种形态的团子长什么样子吗？众所周知，团子在迷你世界中非常稀有。如果你见过团子，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每一个团子都非常的活泼，并且我们使用泡泡糖可以100%的驯服团子。驯服以后的团子，他们会脱掉自己的泡泡外壳，并且让我们人类骑乘上，它可以跳呀跳的带我们走。其实迷你世界中的团子它不止一种形态，我们可以使用变态枪收集团子。在收集好驯服以后的团子以后，我们把这些团子放到发射器里。我和学姐发现放到发射器里的团子，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它居然变成了一头象。在评论区中扣出8465，你将会知道团子为什么会变成一头大象。所以在迷你世界中，团子它的形态不只有一种，被驯服以后它还可以变成一头象，你们知道了吗？